可恶，不行，可恶，要抓那个诀窍，跟他一起跳，真的，好好。狐狸跑比较容易。哎，跳了，快到我们家了。我打，我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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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啊！我拉，我拉，我拉，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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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还可以。猫咪。哦，对，我刚忘了放火焰弹，有火焰弹就直接放。我要到他们家了。哎呦哎呦！哎，中间哦，巧克力，哎、你那个。可恶！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不是不是啊，我去右边，我去右边，巧克力，你撑一下。哎、我这边拆，我这边拆掉一个。啊啊！怎么要到、啊？不准！不准！不准来！叫你不准，听到没有？叫不准！哎呦！还有一台，还有一台，还有一台。哎呦哎呦，凶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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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很多哎、欸，烦了，还要反制一些反制。后面的，挡、啊！有护盾挡到，护盾挡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停住了。哎，会不会撞到？上不去。啊，那两个撞到了。当做一个防御也不错。嗯哇，哎呀，这个要能够攻破对手真的不容易耶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很难耶。对啊，我们人还很多，有没有？如果人少，还会更慢。多放一点，多放一点。哇，我们有，哎，你这个很危险啊！没事，完全感觉要撞到对面。撞在一起啊！我想撞了，一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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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！DLP。挡一些，挡一些！哇，这超级大爆炸啊！我要用雪球补我们的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补个。这里。我每次跳那亏本都直接摔了。啊！雪球爆了。啊！雪球爆了。来，去去去去。嗯。好了，你不放，我先放了。啊！你放。要。哎呦！我嘟嘟。哎、欸，我被炸开一个小洞，放了一只猫，然后我就掉下去了。我也是。哎、欸，我有火焰弹。下面两只猫。要拆弹哦！哎、欸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好多啊！啊！左边，不，我来不及，我来不及哦！你们两个、欸、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左上，左边，最左边，最左边，我射。啊！糟糕了！很大很大了，很大好大！他们火力攻击我们左面。嗯。我左从火灾。啊！八七有，放太快。有猜到吗？赏他们一个。哦，很气。放错了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拆除，拆除。拆弹专家，你要拆弹，拆弹！哎哎哎哎，你拆到了吗？好像没拆。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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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下，右下，右下，右下需要拆弹兵。啊！最右边给你们哦。好，我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全面拆除，全面拆除。拆了，拆了。他们拆的猫咪哦。不够远啊，跳不上去呀、啊！哎咻，嗯，你哦，好，从下方进攻。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我往掉下去了。哦，我在跳，我在跳。哇，我们这边洞已经变那么大了。我已经走到中间了，我走到中间了。我努力往前，我努力。哎，他们也一直在猜啊。努力往前，努力往前。哎，我掉了！猫的真好快哦，妈！猫的很快，就咚咚咚咚咚咚，马上就过来。哎，哦，这一台，这一台，又来又来又来，我在跳，我在跳。哎，还可以拆他们的，我拆到一半而已。又有几台过来了，小心哦、喔！好，可恶！嗯，喂，快啊，黄金！
啊！哎，赢了，赢了！我们左上吗？赢了，那是他们吧？哦，钻进来了，有啦，这里有个洞了，钻进来了。哎呀，这里有个洞，这个洞，这里是刚刚杰克下面爆炸的地方吗？就是你下面爆了，没洞啊！这里已经炸开了，变这样子，可惜。看看我们炸了，我们只炸一点点过去而已，最底部的部分而已，还差一小层，对。或者除非是最底部这边直接过去也是可以。竟然。杰克下面那个大洞躲不了啊，太难守了。杰克，你下面洞太大了。而且我发现原来不用用导弹也可以赢哎、欸，用导弹丢火焰弹就好了。你们就是丢火焰弹、哦，你们是火焰弹砸到的是吧？对啊、哦。可是重点是因为有那个大洞在啊，有破洞啊。嗯、对啊。杰克那个洞已经太大了，所以你们怎样都可以进了。大到补不了，补不了，补不了。可恶！他这个好像有一些自定义可以调，可是二零要来看一下。因为小老师，每一轮拿到比较多东西的样子。哦，老师好，基本上你先尽量都不要点哦，基本上都 enable 了，些小起点哦。你看有哪一个是可以有没有增加它的总炮击数量，我们就可以多扔一点，就一扛 S 就很混乱，是不是撑得住吗？然后全部撞在一起。那个，刚我五个人都还要懂那么久，对不对？多懂一下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什么火球的护盾，然后你把它关。火球护盾什么意思？我来看。哦，这里没有，这里可以调，就是刚刚有规定是每一个道具只能拿一个，如果你有的话就不会分给你，就可以累。哦，对，我刚刚想说这个的话就是多拿，这个话就是无限的。对，然后这里有那个物质，它分是11秒。十一秒给一次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最快就是七秒，好不好，大家？哇，一大堆东西哦，全部都是。见识三个差不多了。嗯，还行还行。这个胎个跟这三个，哦，就是这，哦，这个是到后面就是玩太久了之后，他就会把那个玻璃移除掉，哦、就打到就行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真的，我觉得这个还好吧，我们觉得不需要移哎、欸，不要移啦，移了下去就火球，运球丢下去就赢了。真的，那还有这个 game mode 不晓得是怎样？感谢小鸡点。几块 game mode change mini， 我重开一下。mini mode mini moment mode， 这什么、啊？感觉还是先标准玩，嗯，哦，黑猫，哦，这里有书上有介绍，对，来二零告诉大家，告诉我们，这个 mini mode 呢，就是60，哈哈，改成60秒才会分物资给你，嗯，我们现在是踢猫吗？可是你好像说什么每60秒就会拿到所有的，就是每一种都有，哦、各一个哦，它是一次给的，不是这里。每60秒非洲就过了1分钟。踢这，好哦，没有，嗯，啊，踢，在后面是那个吗？哎，不确定了。你们传送了，不能踢猫了。The user all sitting with the adult move one， 什么意思？二零告诉大家。就是好像是说什么每几秒就是有60、90啊，可以自己调。好像每假如60秒吧，它就会移除掉一层的玻璃。哦，慢慢移除，好恐怖哦！好，真的这个很恐怖哎。啊，没关系，先标准模式继续。至少现在每7秒就会有一个道具，而且你的道具是可以累积的。嗯，就是说你可以故意不放，然后累积一大堆，在一次
对，囤积是来一波，一口气，一口气喷发出来这样子，然后全部扎在自己家门口，一次爆炸。好多次，我就跟那个小雨或者是哈基一起放，然后就直接在自己家引爆了。对啊，超容易会发生的。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好，来，再来抽抽。等我一下下，我这里没问题。那就要累积一下，等一下才可以一次喷发。累积什么的？那个累积你的能弹同胞机弹弹，你的能量，弹能量，你的爆炸喷射的能量。哇，你可以累积一堆雪球。杰克来抽抽。什么？哦，好。抽筋。红的，红的，下一个20偷偷，耶、yeah, ，绿的，杰瑞偷偷，好、哦、来了，杰瑞，我在楼上、哦，跳下来了，哦不对，是他红的，红色，绿色，哦这只是表皮哦，哎呦，太坏了。我是说这个不行，我是说粉团喜欢表面一点的颜色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可以打队友吗？哎、欸，我是一队啊，我是红色。打他，打爆他！那你更可以正大光明的打了。现在是繁星吗？繁星，他既不能创造哦。哦，你创造会进不去哦。还有两个，剩下都红色。嗯，剩下的红色了吗？哦、那就不用抽了。红色，拜拜。现在红，红色有谁？我、啊。可恶，要换通话。好，我先下去。我要当间谍。干嘛啦？当间谍？为什么？太想当间谍了吧？对啊，你也太想当间谍了。没有玩过间谍。不要啦！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其实要当间谍其实很简单哎、欸，你就一直在家里面让它爆掉。是啊，你就在别人家放出去的瞬间，你跟着放，然后就在家里爆就好了。对啊，超简单。你不要啦，不要啦。没有，他爆差不多，然后就往自己家里面扔那个火球。啊，对哦，要 ready。好的吗 ？Ready。我刚玩了一局，可是其实还是不太知道到底在干嘛。反正就是一直放就对了，就是一直放就好了。好，二零又哎，我看我把二零看的，我把哈基看的二零啊。你跳跳跳嘛！我的北京啊！哇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哈基你挂喽！拜拜拜！哇，间谍收到了，真的是间谍，真的是间谍，演的蛮像的。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戏精，少精，少精，你也冲傻！我要当间谍，你也冲傻啦！哭音，不卡住了、欸，我怎么卡住了？在我房间后面的。你干嘛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人人都可以当间谍，嗯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能是间谍。没下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先挖掉两个，好。啊特哇，啊咋？这是什么？那么危险！团到我的位置，你走开了！你不急下去。哎、欸，他们排排站呢，你看，我要过去。啊，我下去了。啊！夸不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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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尴尬了。杰克在那边学我，在那边这样子，好混啊！
卡弹了怎么办？清枪啊！清不了，哎、欸，走中间。呜呼！哎、哦，我切掉，我切掉。大大敲一波。敲钱，敲钱。我要快速部队出马了。我也是哎、欸，我接了一堆猫。对。啊！我家有一个炸了。啊！炸了！快速部队冲啊！冲不了啦！我过不过去啊？好多猫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坏、啊、人！坏人！我操！哎、欸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嘿。这里也太多平台了吧？怎么回事啊？好多炸弹，好多炸弹啊，都来了、欸，都来了，全部都来了。对啊，全部大家都集体进攻了。他要停了，他要停了，他要炸。